我确定有，我这几天不动就，谢谢你找到我。说什么傻话？我们好不容易在一起，我不会让你再离开我了。Just to keep you warm. All these crazy things I do. 就算是天王老子，也别想把你从我这儿抢走。感觉老天爷像女人，你很帅啊。你先躺下。你呀，今天就好好休息，家我都帮你请好了。我睡一会陈俊，我查过监控，你这次出事不是意外，是沈星。他故意拿走了正在维修的牌子。沈星，你打算怎么处理？我都听你的。沈思的事情你就先别出面了，我想自己解决。那怎么行呢？他差点害你连命都没了。哎呀，俗话不是说吗，先律己后律人。他会这样做肯定有我自己的原因。我呢对办公室文化太不敏感了，才会把职场人际关系搞得一团糟。车司的事情也是对我的提醒，所以我想自己先试着解决一下，好不好嘛？好，相信你能处理好。啊，我好困啊，我要睡一觉，下午去公司。你还去什么公司啊？你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休息，听没听见？那可不行，我要做独立自主的女性，不能靠老公。老什么？再说一次，陈俊。